来，咱目前吼是伫即个嘉东乡、屏东县嘉东乡、屏东县的即个温啊国小吼，温啊乡的温啊国小啊，这是啊渔夫呢，细汉的时阵呢，啊我妈妈过来过遮，那么现场啊各位当看到哈，目前啊因为佫真侪，啊有真侪志工伫遮咧照用，所以佫有咱作战队的。士兵吼，直接军人直接到用啊，一堆土堆，啊，军方的车我那是很，车目前去积水，已经第16天啊哈，去咧积水。啊，当然大家也是真，即个官兵真用心啦哈，全台湾无用心的，刚好做马英九加迄个刘道玄呢。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咱来访问一下志工一下。哎，吴姐，这志工你捌无？我捌一个，我在那高雄科技大学。哦，你是志工是？高院学生。哦，高院的学生哦，啊，现在的情形是怎么样？情形就是早上房间房子里面。啊？多大？就是很多天都分配上去。哦，大家拢应该会，应该会出来是不是哦？有些都说烟很高。啊，你们高院学院来了多少？40多个吧。四十几个哦。因为有些留在这里不多，所以就尽量号召。安心，来多少天了？我不知道有哪几天，这次是我第一次参加。第一次什么？第一次跟高院一起。哦，第一次跟高院一起来啊，嗯。啊，所以恁伫遮穿，啊，心情足感动的无？觉得很严重。很严重。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。哦，归厝啦，这种阴干天气，真正看得够侪，真正。啊，唔着啥物电视机啊、冰箱啥遐都免咯。哇，那有些椅子感觉都很好，很重，都很重啊，很好。都实心的，都怎么靠椅子都没有用。哦，很好的椅子，实心的。啊，有的推不动它，太重了，一定要两三个。哎呀，你们陆战队来多久了？十天了哦，经过。哎，你好。今晚所上是我高院啊，你来上台演讲。哦，是，哎，情形怎么样？我们高院的学生，我谢谢教授。啊，谢教授你好。哎，啊，今晚目前情况是怎么样？这条街还是淹水啊，老百姓说啊，淹到快3公尺，淹到快2楼了。啊，现在水退了。哎，但是老百姓苦啦。一楼全部泡家具啊！我那里不主动下浪下河影哦。他这边那个怪手山猫还有抽水机抽水需要，现在停电停水啊！啊，现在停电停水啊！还是停水，这水没来啊！啊，你们有没有需要什么物资？我们有带一些物资来的。感谢哦！啊，我们这学生是义工啊，来帮忙打扫。哦，哎呀哎呀！要拿给存六家水啊！啊，你们来几天了？我带朋友跟学生已经去林边5天，去林边5天，加东两天。今天高院的学生，哎，才刚来。哦，哎，感谢，谢谢哦，谢谢你啊。我拿米郎哎，我是拿米郎啊。这里哈，我听说那个林边跟那个，那边水都退了啊，这边这里还没退，这里还没退。这里还没退，哎，就这里还退，哎，听说羌源的水也退了。哦，九红烟，汤圆对，像九红我这样，哎，我这样的组长，这个黄教授，啊，这是渔夫，上次到我们高院听过什么演讲？你们可以走进去，差不多到膝盖哦，到膝盖哦，膝盖，然后再高一点，往肩膀再高一点。到膝盖这里哦，哎，膝盖有困难，这个就是来我们先到庙那边去，辛苦了，比较不要关广告了，让他来。好，教授先过去那边的话，不要讲辛苦啊，这受灾户了，母女啊，母女。他们听哦，他们感觉他们
外口的物件，我买上海的，上这就是大个所在啦，温度宽啦，温度宽。最近因为现在来其实吼，你若出来，照样很好安全的，系啊。啊，交通就是一个问题啊。啊，像阮的整体啥拢停晒啊，啊，汽车嘛拢塞啊。系啊。我反正这个信息我传出去吼。谢谢啦，啊，不只是政府大家吼，啊。我是应该是无问题啦吼，因为清洁啦，甲伊个加防整治啦，啊，甲你无用过，水都过来，小爆头啊吼。系啊。安尼几工啊？今麦讲好啊嘞，我们稍后。啊，那你走出来路较差吗？今麦讲还好呢。对啊。进前过路差咩？进前过今天有不止问题啊吼。啊，国军都有到查账啊。还有研究生。谁告嘛？到其他地方在飞的。我很紧张吼。来吗？到时候你在做些好，上面啊，你认为讲政府应该到这上面？我觉得就淹水到现在啊，我觉得政府要做的是赶快把这个污泥跟水要抽走，要不然老百姓哈、啊，这个家里面停电停水非常辛苦啊，没有水没办法清理。我觉得政府除了派三猫怪手来之外啊，因为水沟都堵了嘛，排水系统全部瘫痪。所以希望抽污泥的机器、抽污泥的车，请政府要尽快派来，要不然这老百姓非常的苦。啊，所以这不是讲人力比较用心的行为啊，一定爱出去的对吧？对，因为阿斌哥跟志工进来哈，如果家里没有水哈，没办法帮他清洗。哦。哎，因为污泥清走了，水电来了，家家户户才能够重建家园，才能够打扫。在目前都淹到这个膝盖的一个部分嘛，哈，淹到膝盖，有些地方会淹到我大腿。啊，你在村民呢，是不是不懂多啊？刚刚那个老百姓跟我讲啊，说家中的这个鱼温啊，养的石斑鱼是占台湾70%-80%。对。听说这8月8号开始，早上9点多开始淹大腿，淹到他们说大概30分钟就淹到2楼，然后呢，这个石斑鱼哈、啊。他说这边的产值20亿，20亿就不见了。阿斌哥呢，第二天、第三天进来哈、啊，他们抢救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死鱼啊，1公尺半的那些石斑鱼，花了3天3夜把它清除。哎，对对对对，现在的水啊，那老百姓阿斌哥说、啊、都是死鱼烂虾的水啊，那我们志工啊。很勇敢的，我们的角色很勇敢，我们走进去帮老百姓，清扫家园啊。但是，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老百姓很苦啊，希望那个政府赶快来帮他们排除这个积水跟污泥啊，是最重要的。好，安，谢谢，谢教授啊啊，感谢您内护士。没，大家辛苦了啊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